表情太难看了，不如就能。我去找。要。去。那当你在真。不要。去。去吧。我。过来。你。如果没告我，局长，不要，不能说。这样吗？现在的我，就算回去，也只能给他们不幸吗？你竟敢！我试了保险，你敢伤我，那个胶囊就会……胶囊就会被释放，把我变成怪物。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但这些都无所谓了。我知道，泰德，因为你打从心底害怕我。你好弱，真可笑。好强，他的力量原来这么强吗？但这只会加快狂恶的反噬。不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坏了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我已经自由了，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呢？还有多少时间？救你的，艾恩也会救你的，还有希望，你能回来的，不要放弃。告诉我实话就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反正已经回不去了，至少最后我还能夺回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谢谢你，姐姐。你是唯一给过我希望的人，对不起。
忘记了。别摆出这么可怕的表情，已经结束了。没有，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好。残忍的是他司空见惯。你说的对，病的为什么敢用狂恶害人，暴力深入脑髓，这就是看不惯的话。哦，我忘记了，西区狂恶杀人，现在你我犯了什么罪？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少瞧不起人了。安选择了自己的道路。这个声音是军团过来了。泰德说过，比局长嫌疑人希望你能活到那一天。快走，外面有车。误会误会，碰巧路过，困了想睡。谁管你啊，开车。军团要来了，别落到他们手里。别，没，残忍，你我暴力啊！现在我少瞧不起人。这个是军团过来了。泰德说过，彼岸跟军团有勾，局长，行。局长，夹你个头啊！给我躺下，背起来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，开快点！你开的是拖拉机吗？我们要被追上了！大概是的，他的车跟那时破坏治安局的车队很像。笨蛋，辛迪加帮派之间有什么义气可讲？如果是帮彼岸的援兵，怎么可能放着友军不管，跑来追你啊？敌人很强，我们在彼岸消耗太大，现在只能避免和他战斗，保持距离。你们不是辛迪家人吧？公务员？关你屁事！哎，看前面！完了完了，这场面我见过，晦气死了！偏偏这会儿，我海拉，别趁追兵还没到，清理。哎，我知道。哎，盯着那个金毛，别让他跑了，一会儿还要他。
别管他。哼，这海拉，蹲下。第三次，哼，那个禁闭者没有追，这很奇怪。说不定他车开得太……枷锁，所以他才不得不战。杀了你！好，我们。这就是老大要的人。我们被包围了，现在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别愣着了，上车，我来开。因为没车逃不出去啊，关门，要走了。